阿利亚，伊个尼个什么图罗海诺，哦，米哈哈玛亚哈瓦塞图阿萨索人，哦，达拉米干西阿古莫伊卓诺，尼阿米蒂尼阿伊恰米阿教会，阿那瓜哈瓦米大利哥米蒂尼阿亚教会哈奥图隆图诺，米哈哈姆多米蒂尼图尼尼阿斯帕达阿教会安多。カラオルのマロサオシーのミダーとハワイティニトナミゴロアイトウィダアナナイサナイゴニアムイティニアイチャビン教会オーマサティニアハウイセガビザートティニアイカアミシハワマロモトカラツトロハイノカマロサナイゴハラテナハサマニサオシアサノミタオスバタ教会トロハイドニトツカンと社会的にあるメタハワマラツサイアミゴロとウィーナハナナヤハウイサナヤウトロントノオカラマナヤハワマロトワトノニアマハワミハムハムミイラシャイディタナンノアオアイゴマアナハウイオニトロントノカビシビシントノメタニカムノメタとウィナアナナヤハウィサナイウトノエトノサピラチオトノメタトニヤハワロミアルトニニャツサイミサニナツァイヤサアナナイトノエノビカイシャノニャムトニカラチャイノメタイティニシャビン教会サナイコカピタイリントティニャイ教会アレレアメン这个故事很短不要只做好了啊好现在就啊我们就勉励好白这白年的给大家说一个互动我们就请吴成文传道感谢请哈利路亚萨瓦迪卡萨瓦迪卡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아빠아빠很高兴啊看到妈妈们呢今天好漂亮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每年都在举办母亲节那最重要就是说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一个传承我们能够孝敬我们的妈妈或者爸爸我们的孩子以后也会孝敬其实这是圣经的教训我想用我也不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圣经的教训、很简单但是遵守不太容易、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这个三者人民的努力。啊，这个我们常说的，我们来再说一次。这个三来马萨达盖就多哈丁来对，辽南人民的马萨达。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到四节。辽南人民的一定呢，以弗所书六章的一节到四节。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好，做儿女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听从父母。这是非常标准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该说在教会里面。你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是使你得福。还要长寿。还要带应许的诫命。圣经讲得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啊。所以现在很多做儿女的，他说谢谢这两个字很难出口。起来，早上起来要东西。爸爸这么好，没啥哩。他也就说妈妈谢谢。这个妈妈好，ありがとうね、お母さん。差不多十个到几个。这个もっと不好、ちっちゃいやつもファンの配備ありがとう。这个是一个很让我们去思想的。老娘もささ払ってるのにだ。啊，所以那个中国是很好玩哦。这个还要要的，サラマンこそお手入れの情報。比如说中国是这个孝字。对吧？孝很难来好耶。啊。如果把他那个字给他颠倒是什么？是老字啊。老。所以啊，这个你变老了。那个孩子要养育我们。所以这个是中国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所以如果我们有在做儿女的。真的要好好去思考这个字，才能够在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因为这是神的诫命。啊，第二个呢？这里想说，圣经特别讲一个但字。什么事呢？我们做父母的，不惹儿女的气。那怎么办？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去教训我们的儿女。怎么这样去鞭打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儿女？是照着圣经的话去教。是这两个子女和父母的互动。这个我们就得到恩典。啊，这是第一个哈。那么第二个呢？啊，第二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九章。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那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就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众耶路撒冷的妇女跟随耶稣。他们哭着跟随耶稣。但是主耶稣讲了两句话。啊，对那些。耶路撒冷的众妇女讲什么？一个，看你的母亲。第二个，看你的儿子。所以我们很清楚耶稣的这种交代。其实这里面是讲到约翰哈。耶稣交代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在英文里那个母亲是妇人，英文里面叫妇人，也就是说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妇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这个孩子还挂在这个每个亲爱的妈妈们的身上。这些重物呢都是你的妈妈。所以我们今天在办母亲节，我们一起横挂，大家一起。所以这个妈妈不是约翰的妈妈。啊，那个不是耶稣的肉身的妈妈玛利亚。好，所以说这个妈妈你要去照顾她。所以神的那个含义啊，就是特别广大。所以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我们四个教会。那我们加米教会来主办。是要让每一个亲爱的妇人、亲爱的妈妈一直在这里享受这个恩典。所以这个看你的儿子是玛利亚，你是玛利亚，你要看你的儿子。而不是说看那个耶稣啊。你是要去看约翰生的儿子。约翰也不是你生的。但是他很广大的说，这些众子里面。Yeah, 这些妇女要去好去教训教导。所以这句话真的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信徒的儿女就是你的儿女。信徒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妈妈。这是主耶稣的交代。这样子才会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着爱。我们在做这个母亲节的活动，那才有它真正的属灵的意义。所以有时候传道讲这么多就好了。所以母亲节快乐。母亲啊，愿耶稣基督呢也大大的赐福你。我这边小图片里面，是亲爱的手。这个小猴子啊，你看这个爱妈妈爱小猴子。不动好，这个是用抱的啊，这个是用背的。动物都能爱自己的儿女。小动物又喜欢它的母亲。更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祝福大家。也主的恩典临到我们亲爱的每一位妈妈们。阿门。阿门。不过，全体站立，这边大家各位，请大家站立，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祝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今天安息生日出入平安。今天安息生日下午，我们世界教会华边和平严彬跟嘉平来在嘉平做这个母亲节的特别的一个活动。主啊，从圣经里面你让我们明白要怎么去孝敬父母，我们今天只在这里来去完成主耶稣你所交代我们的，所以求主耶稣你的圣灵常与我们同在祝福，因此在这里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圣名